我其实我自己最介意的是，因为他到底有没有散、有没有泄密、有没有把这些资讯，不管是给中国还是给韩国，这些都有待司法调查，这些都是我没办法查到的。但是其实我自己去微博上面稍微搜寻一下马文君，你就可以看到所有微博上面的东西，他是说他没有上中国的节目，没错。可是所在微博上面一搜，公开的资料全部都是唱衰台湾，不管是唱衰我们的国建国造，唱衰还台发那个什么马祖缺粮、国军缺粮的照片，然后被大书特书，而且来转他的。这都是哪一些账号呢？真的都是官媒的账号，刚刚讲台海网福建的专门在做对台工作的新闻，还有深圳卫视等等之类的，还有各种微博大 V， 它全部都是中国官媒在转述我们所谓的台委，他不认为我们是一个国家嘛，所以我们没有立委，他所谓的台委。